你们的心里还没有弃权，是不是？还没放下来。吃完饭了以后，我们会安全部到楼下，我们安排一个地方给你们把行李放下来。道具就是你们那本，你们带走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吃完饭到楼下寄全行李，在那边等，把要带走的全部带走，我们不回来了，到晚上演出完了以后才回来。一定要拉好啊！来，
Thank you.